太童话。小小咪又到我们的故事时间了，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啊？谁知道Thanksgiving？ 对，感恩节快到，感恩节的英文就叫做 Thanksgiving， 我们要感谢感恩节，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这本绘本，对，它刚好被那个图书馆的标签挡住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 Thank you Thanksgiving。我觉得这个图蛮可爱，很可爱。你看他们在吃感恩节大餐，感恩节大餐要吃什么？火鸡，你是不是最近一直在推广不要吃火鸡，叫大家不要吃火鸡？对啊。那要吃什么 ？Hot dog。Hot dog 也可以啦。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Mom。再见了，妈咪。他要去什么地方呢 ？Thank you, warm boots。哦，感谢他那个暖暖的这一双靴子，让他的脚脚不会冷哦。Thank you, music。啾啾啾啾啾，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鸟鸣声。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比较少听到鸟叫了，但是感谢大自然的音乐哦。Thank you, pretty clouds。哇，你不觉得这些那个云好像棉花糖，又像吗？一朵一朵的，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Thank you, rabbits。谢谢你，小兔子。小兔子没有去避冬吗？那么冷，他们还在外面。是雪兔啊？啊，是雪兔。雪兔不是通常应该是白色的吗？保护色啊，没关系。Thank you park， 感谢这个让我每天来玩的公园，对不对 ？Thank you duck， 可爱的鸭鸭，谢谢你。Thank you general store， 感谢这家商店哦，让我可以来买生活所需的日用品。Thank you, snow people， 好可爱哦！这是雪人一家哎，还有雪人 baby 哎，这太可爱了！感谢雪人一家，让我们很欢乐。Thank you, hill， 咻！感谢这个小小的陡坡是吗？可以让我很快乐的玩滑板，或是这算滑板吧？我不知道算什么，应该这也不是雪橇啊，就滑坡的游戏。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你。他回到家了。Thank you, mixer， 感谢你哦。这个是什么 ？Mixer 就是搅拌器啊。他现在要做什么东西？你觉得？他准备了牛奶吧，还有 sugar 糖。Pumpkin pie。哦 ，Thank you pie with whipped cream， 谢谢你啦，美味的派还有好吃的什么？好吃的这个。Whipped cream， 我好喜欢吃 whipped cream。对啊，就是算是什么糖霜吗？嗯，应该还有另外的名称，但我现在想不起来。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sgiving， 感谢感恩节。有感恩节，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去想到这个议题，就是要学会去感恩。当然不是只有在感恩节这段时间啊，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学会感恩。你看他们还替鸭子、小兔兔都准备了一些。Pumpkin pie， 还有 whipped cream 哦。可是我觉得动物不应该吃这个耶，感觉可能会让他们吃太多糖分。好啦，这就是很可爱小小一本的感恩节故事绘本。Thank you Thanksgiving， 你喜欢吗？我喜欢，可能我可以读这本书。你可以读啊，到时候你自己读读看。The end。